辛苦一下，我帮他弄东西。这怎么做的啊？这也是 Tinkers 的。他的床，他的床，他大。然后反过来，不要动我。欸、你不要玩的，那超容易不见的啊！你等等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明天拿走。反过来是不是？哦，哎、欸，明天。超大，刚六个刚好。为什么要那么大呢？床很大，可以在上面翻滚啊！没有，我要再用更大一点。对啊，神奇走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我身上吗？这可以用。爸爸说，赞同砍掉可可树，真的有碍观瞻。我该怎么丢啊？不要，冷静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都往我身上。为什么又打掉了？刚才那样不是很好吗？超酷的、欸。所以它好像只能用这样子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更大？有啊，你这样放啊！往，哎、欸、哇，好坏哦！那你在干嘛啦？这卡住了，但是那个方块卡，但它出不去。怎么做床啊？你讲什么？中间放那个白色羊毛。我没有那么多羊毛啊。我们就用白色羊毛。看拿羊毛，直接拿着，直接拿着高一点吗？中间补一下、啊。他怎么做那么多啊？下次他看到你就会笑。每天都可以选要睡哪一个？滚来滚去有没有？我中间用半格，有半格羊毛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好像有羊毛装。用那个切割的。切哦，对了，切成一半。明奈、啊，我们去割几只羊。而且你身上还有铁吗？割几只？有啊。给我两个，给我两个。你知道他这样，他这样我们没办法出去。可以啊。我点到睡觉了，起床。羊。再砍哪棵树？我去，哎呦，哎，不是够了，不是够了，够了，树木够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你用这边这个啊。我其实可以用身上的就行了。突然好想砍树哦。是想要跳出去。别再砍啦！我要去找羊。哎，上不去。我只想要做一个台阶，出去吗？你要跳出去吗？闯闯有门不走，你要跳。刚不是当起来？羊，你在哪？这边好像有一只，有，这附近有几只？我知道，太多只了吧？世界，咔嚓，妈！可是羊没有啊？对，羊毛没有花纹呢、欸。嗯，羊毛没有花纹。对啊，就没有那个酷炫的花纹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想说要怎么爬得比较看起来大一点。我们这边有些黑色的羊毛，可以凑着用。他真的是在阿金家正东方哎、欸，阿谦的家。据说这附近好几只，上次出来的时候有找到。红红的是什么？有人还说你确定这样子够大吗？床。好坏哦！好坏，怎么会这么坏？哦，都是。阿金要哭了。坏心眼。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才好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我都没有。你们可以先做一个那个吗？就是剪柴的那个。我可以先把他家后面这两棵树给砍掉。可以。那明奈，你帮我做一个剪柴的好不好？有铁吗？两块铁够吗？有铁吗？你要砍什么树啊？铁啊，有两块铁啊，可是好像是不够啊。在哪？在我身上，这边还有一只羊，找到了。两块啊，就两块就够啦。两块就够，在我身上。对啊，在你身上，不是在身上，你自己住不就好了？我不会，不是剪刀，不是剪刀，是做那个，材。对，就是把它变成锯子、啊。对，锯子。不一定要用铁吧？不知道用什么啊？你可以先做一个啊。锯子啊，锯子还记得怎么做？锯子好像要烧锯子的英文是什么 ？Saw，S-A-W。啊？SAW 彩色羊不是这个吗？是啊 ，SAW 啊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打没有。需要 stone stick 还有碎石，石头我们要烧过的石头。都跟你们不一样啦。我们要烧过的石头，梅子，你可以帮我去采一点石头吗？对，我们烧一点石头，帮阿金家大改造。石头吗？有，我这边身上有17个，我可以来烧。OK OK， 快受不了你们了。然后我还拿他的牛排吃。我找的跟上面不一样。上面那个骷髅头是他自己放的吗？对。喵。喵喵喵。飞刀在谁那？还有在吗？没有在我这。
背刀。啊，千背刀。石头随便踩吗？石头对，石头随便踩。哎、欸，好像把阿树砍掉了。巧克力，你砍好不好？太坏了啦，白痴哦！真绝不凡。超大床位。你们好坏哦，好想睡啊、哦。奇怪啊、哦。巧克力借我一张。你现在岁数大，我身上怎么三个床？是啊，直接开门啊，然后直接盖出去就好了。你要想象阿静。哦，今天凉凉凉。哦，今天好累啊啊！你这边是踏板哦，躺在床上。今天床感觉好像还是有点小、啊，改天再去买更大一点的、啊。超棒，好缤纷哦！阿静出现了，你们这些，他在我实况台出现了。阿静他们真的很夸张，我完全阻止不了他。阿静，我不懂为什么他要在你家盖那么多床。还有人在 cosplay 你，还变成你。你来我台看，你完全可以发现，全部都是阿神在弄。你能分钟吗？对啊。哎，这么冒险了。他屁呀！这么和善的人，太坏了。边说边做。驯龙高手。还边说边做。没有啊，没有边说边做啊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还没有边说边做呢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你那个床头柜会被压坏吧？你在乱做，你现在是怎样有空位就塞，是不是？烂死了！这个人疯了！床的世界，你还可以做双层床，超烂！床的世界，可以做双层啊？可以做吗？双层。阿神就是你，欸，有人在我这边点名了，我做不出来、欸，没有办法做双层，点不上去，点不上去。因为下面要放方块才可以，所以可以放一个方块在下面吗？怎么这样子吗？哦，还两个这样子哦。石头回来了，这可以打掉吗？欸、可以耶。石头回来了，我直接丢下去烧好了。好，你丢下去烧。应该烧了。这样好幸福哦。超幸福的啊！你看他可以在上面睡一睡，然后滚下来，哎、欸，还是床。没有看过那么舒服的那个。滚来滚去，哎，对啊，好爽哦。就是家庭大改造，以后要布置家里的话，找阿神就对了。谢谢订阅、欸，你给我那个武器，我把它弄出来吧。对啊，你盖床武器给我。阿切，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做？盖床在，你不是在帮忙？盖床在这里。没有啦，我知道捡给巧克力，巧克力你不要动。按错了，他掉下去了。在哪？在哪？还是这个位置？在门内。啊。我没有羊毛，我可以用了。没子弄，没子弄。不是，这其实我也不是要用啊，只是啊，阿神就一直威胁我们。辛苦你们了。没有办法。坏事啊！哎，你上去啦，上去。上不去了。这个床比较低啊。飞啊！你不能飞啊！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天哪，好漂亮哦！谁、欸、的箱子走开啦？好幸福哦！好美哦！的箱子，他出来，他出来，好美的地方哦！出来，他跑出来，太过，我是要七张床了，全能改造啊！他家还有二楼哎、欸，他的二楼根本就只是一个床而已。对，下面要赶快先拆。世界大通铺，这个要反过来。这个弄不到。哎、欸，他进的龙好可怜啊！他在低敲到床啊！对不起，低吼哎。没有，那个龙是想说，哇，我好想要睡哦。好漂亮哦！怎么有这么棒的地方？变成蝙蝠就可以。你看，多么缤纷的世界啊！你这世界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这样，你没床了。没有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盖完了，盖完了，盖完了，差不多啊。你将那个箱子先走开，好不好？我已经一直出去了，我还有三个。他会一直跟着你一辈子啊。阿青可以上线吗？啊、他不会坐下。你这样调的人数是几个人？四个人还是五个人？调六个人。不行，快把他调完才能。快点，阿青上线。
干嘛敲掉？不要敲掉！那我刚开的，不要。没。我把它收起来了。哎，完蛋了！哦，没有没有，他阿静静来了。他可能觉得有点困。防御。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床就那么小？防御！快！敌人要进攻了。想死了吗？在哪里啊？阿静，阿静在哪？你家超漂亮哎、欸！完全没办法阻止他们，他们太夸张了。这个是阿静吗？我刚才我在听阿神巧克力，我就想什么时候有人要跟我坦白啊？我什么时候可以进？哎、欸，我进不去你家门呢、欸？你为什么不看我的？太扯了！欸、我进不去你家门呢、欸。扯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、你干嘛、啊？太扯了哦，受不了！你们真的阿健，受不了你们哎、欸！他们说什么？你坐床坐那么多，感觉就是要来改成这样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都是糜烂啊！搞屁事啊！这个龙啊，他坐在龙上哎，好酷！我跟你讲，阿静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发生一件超酷的事情，你要不要听我说？你要说我的龙骑士吗？对啊。我的画面好抖啊！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的画面好好震惊哦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好啦，为了你等一下捡墓碑好，我帮你把它盖起来。你等一下，因为你墓碑在半空中。我被困在床的世界里。你们打开门，打开门。有看到隧道。我看到隧道的床。你睡到。快飞起来哦！你变小了，你好小，你变小的，我们蝙蝠就可以进去了。我要用躺的，好笑，躺不过去，挡不住去。要先变晚上，先变晚上。你要用滚的，滚的出来。对，我要滚出去，可以变晚上吗？变晚上。先你们十，先你们十秒，不准变蝙蝠。是 time set 吗？应该是吧。我是很不想说这种英文啊。Get out my house。没有，他现在被困住了，你要让他滚出来。我死掉了，我们永远困在这个地方。他很想出来，你要让他。我想出去啊！一百不够。虐杀。一万。让我出去好吗？啊，就啊。等一下。阿神在打阿神。我出来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我看到阿神，我出去了。尸体飞出去。你、要按哪个会有前世地图啊？按 P 吗 ？N。哎、欸，我地图被刷新哎、欸！我地图变好黑哦、喔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因为我嘴角好痛，不要再打了。在转播这个虐杀的画面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地图被变黑色的嘞、欸。就他有时候会哭。嗯。阿倩啊。我给你十块，你把巧克力杀掉。不要杀人了！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其他人不要变蝙蝠，我们就知道谁是巧克力了。那、如果大家都要当蝙蝠，就是把蝙蝠都杀。蝙蝠很难看、欸，夸张哎！哇塞！你们到底啊？你们要飞得出去是不是？对啊。飞出去。哦，我嘴角好痛。哎、欸，你家真的是很美。你大概是我们里面最好看的房子。真的。Beautiful。阿静。哎、欸，明、欸、你有这只哦、喔？武器吗？真心觉得美。你的武器是什么？你来这栋山上，你在哪里？这是米奈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他变身是不是换了、啊？没有换、啊，没有、啊。我怎么按不找不到、啊？劈剑右边的两个。没怎么当曼陀罗兄妹。来，阿静，你看哪？你觉得这里哪一棵树最爱？我觉得巧克力最爱。除了这个以外。我家旁边那个巧克力树，不要再用那颗了、欸。不是啊，欸、阿静没看过。欸，等一下，巧克力树。阿静，今天他们说要把你这后面的树砍掉，我就已经阻止他们了。哦、是巧克力树要砍的、哦。我就说不要砍那两颗。巧克力树要砍。我有事先走，我要骑龙先走。蝙蝠骑龙是什么？小蝙蝠骑龙，猫都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家猫为什么都站起来了？你要不要回来让他们坐下？把你的猫抱走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没关系，我家猫很爱家。
欸，你赶快回去了，你可说要打了。你不要弄。